模糊了。我家在外营里吃老呢，我真细汉，我是受到很好的教育呢。你有无？你嘛有啦，但是你无用，从头到脚尔。啊，你讲英语吃好，来，我讲什么 ？Chinese， 翻译做汉文，中国，啊，搁有啥物啊？中国人，啊，搁有啥？啊，因吼，我讲，你若讲国民党教育，一定甲你讲翻译为中华，对不对？啊，到底中华中华，两个都对啦。啊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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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台北，对不对？台北什么意思？台北对不对？天津是台北什么意思？中华台北，中国台北，中华台北的请举手，中华台北，啊，中国台北的请举手。你无牙齿，你八道听我来讲。你拢你捌英文，啊，你即马甲你问，你拢唔知影。我甲你讲，两个都错啦。Chinese 台北什么意思 ？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台北。你话我，你吼，你电脑顶换个拍号码呀？中华民国老早就甲恁这台湾人讲，台湾人讲哦，我是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呢。我说我用 Chinese 台北呢，用 Chinese 台北参加所谓世界组织呢。啊，所以台湾人足戆的。我们今日是，你不是你讲医生不是嘛吼？好好讲听，一寡医生搁较戆，讲伊什么 WTO 啦，WHO 啦，伊捍卫台湾的主权。我你捍卫台湾主权什么意思？现在台北就是哦，流亡中国政府在台北啊，你是捍卫中国人呢。所以棒球比赛你拢照会看嘛，有无？有啊，今礼拜不是比赛有啊？咱拍赢拍输？拍赢，拍赢。你啊看，你我讲微博，你拢讲我听，我听，我讲拍赢拍输，不要来，拍赢赢球，拍输赢球。拍赢球啊！拍，你无拍。无拍。台湾帮助。日本这样，咱是日本人，咱这样啦。对，这是什么啦？当然，登基六十八年生啦，你已经戆到袂变上啊！你讲我嘛上好啊，所以你看也强。我上好了，我甲你看。啊，最后日本拍一个国人，我就欢喜。嘿，跟遐人讲讲，我讲啊，拍输，我才甲你讲，我哎，那拍赢你无欢喜，你奈拍赢？啊，你是不难吗？好面子的。所以啊，你人最流利，底下上多，啊，你拢知影，你头壳皮清楚呢，你今天头壳皮清楚呢。所以美国讲哦，你们要上就是，你无上课，你真正看无，啊，你报纸你嘛看无嘞，报纸安尼写，报纸讲，那某一个国家，含人含这个台湾断交。台湾又与某某国家断交，那对不对？不对，对不对？台湾从来没有跟人家进过邦交吗？是中华民国跟人建交吗？跟你什么关系呢？对不对？对。阿公，卖心机。台湾1971年退出联合国，丢一家去，退出联合国，不丢一家去。啊，这个太好了！你这边想退出联合国？是中华民国的代表团，蒋介石竟然退出联合国呢？啊，所以有人讲，我们要加入联合国，他讲你都不是国家，你别加入什么？从头到尾，台湾都不是国家，你别加入联合国。所以，我跟你讲哦，加入联合国，当然无款哦。每一年都去纽约跑一趟，拢去佚佗啦。啊，未回来，我就听我家讲啊，好一点回来一定有一个理由啦。中共打压，跟中国什么关系？马英九今麦讲中共打压。马英九是马英九啦，问题是我是感觉可能是台湾人。我中共打压，中国我跟你讲，中国跟咱台湾绝对无关系，伊嘛未跟你打压，伊即麦吼铺红地毯，互你行，你知不知？啊，你不要行。啊，就爱去甲我中华民国，所以中华民国总统你选举的时候，你台湾人唔通叫邓票啦，你邓票就是消息王。
中华民国生命继续维持下去呐、啊。啊，有简单无？你无我一干干干，恁台湾恁拢唔知。啊，你若讲讲，你卖去登票哦，你叫骂呢？来，我分析给你听。中国国民党，你看就知影，头前两支车站，中国对不对？啊，国民党一定中国，这没有错啊。好，啊，民进党，民进党是什么？民进党讲中华民国，民进党给抗议哦，我爱。民进党的党章第一条，民进党的台湾决议文，来地下个就行之后，我们叫做中华民国，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。你看，抗敌党章来地，实际上伊咧做的就是中华民国民进党，啊，中华民国的简称叫做中国。啊，所以选了中国国民党，甲选了中华民国民进党有感觉无？一模一样。所以你来看哦，民进党就遐逃，各个跑到中国去。啊，你来讲哦，那我已经冻在火里面了。谢长廷、柯信良、洪其昌、新潮流诶，这个民进党是怎么成立的？1985年，美国的众议院通过。要求蒋介石、蒋经国要成立反对党。蒋经国出奇出人，所谓闽江一样的，我就那个圆山饭店回归，成立大会。圆山饭店上面哪里？蒋宋美龄的，伊来这边装监视器啦，吼、哦，那窃听器足简单啊。有一本册调查各位人，家己写叫做《全民公敌》，啊，《全民公敌调查局》。调查局两下，伊讲蒋经国去讲，伊咧出面是伊姐姐，伊到底碰伊滴听啊？伊回人，回钱，所以有真侪民进党的人的官产拢领着钱呢。我这报道写，去他们里边20万吗？啊，讲过嘛，过名啊。所以去中国，我一点都不奇怪，我嘛是从政治主义者，过去咱拢是安尼。他支持啊，那不是？你有支持无？有、哦。这是一片。我讲我唔是干支持，我去出钱啊！我伫高中诶时阵，听迄个康宁祥演讲哇，伊要去做演讲，我做较侪呢。我是搭底下是伫伫入面，伊毋单讲天资嘛，我毋知你捌听过无？我读高中诶时阵演讲，演讲啊，搭底下无钱，未经讲公车票啊。袂记得迄个钱啊留咧，开蚊行行路，等于我到两点钟，你看有笑无？因为我过去捌笑过，啊，感觉恁即摆同款去笑同款，恁去登票嘛？这边的选举总统选举有去登票举手？哎、欸，老师来，老师来，然后去登票，到老师去了，啊，这中市拢无人去登票的，到有影？到遐巧？我甲你讲啊。12月30日，要选举头前的迄几天，美国甲我讲，伊讲你去宣布，马英九会赢蔡英文80万票。我唔听你讲，你甲调录音档出来嘛？因为咱从第一期开始到即摆52期，伊拢有迄电台在监管。美国哪会这么好胆？你宣布的时候，我惊到要死嘞！我讲甲美国讲好，我若宣布的吼。啊，若无影吼，我民进会关门的，伊讲破军政策，因为某迄个蔡英文伫10月11日的时阵啊，伫高雄的劳工中心讲讲啥，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不是外来政权，是台湾政府。你讲开玩笑，台湾政府不是你在说，是我美国说的，你就把美国说的台湾政府怎样？台湾政府，所以伊甲我讲，伊讲我甲你报警，蔡英文袂调。蔡英文，伊讲伊输甲莫名其妙，白呢。迄阵蔡英文气势甲无好，非常好呢。台湾你也支持甲无有呢，但是嘛袂调。可见美国可以全部来掌控我们台湾的这民意呢。你能就是讲？啊！我你想啥，咱哪会知？原来拢知，咱该做分析做好啊。啊！
安倍晋三做这个第二回回国的首相，美国跟你讨论呢。你来，甲咱问讲，啊，你认为讲，甲你台湾民政府、台湾政府有去联络的什么人？我想起我两个人，一个九原，虽然善太人，啊，搁一个就是安倍晋三啊。九原，美国来请伊。今年的十二号，来请伊去国务院，诶，国防部讲话。十四号，伊出来讲，我要购买尖阁群岛。迄人毋是美国讲，我随在伊。安倍晋三做首相，了后讲身体无好落来，啊，即马搁再调。在日本的政治上，政治圈内底是头一次。要去做要去选调的时阵，伊甲我讲，安倍晋三他将会有三分之二以上的选票，四分之三以下。本来自民党一百空八票，四百八十票内底一百空八票。啊！伊选了呐，320席，320席。啊，搁迄个维新党54席，有准无？日币，你讲78块，伊搞我，他会让他贬到100块，即马到60块啊？为什么要让他贬值？因为伊要让日本啊，让日本的经济再度复苏，要让国家有钱。啊，若有钱的时候，美国一直甲要求这个整个东北亚，你要安全，你要什么？因为台湾这个可能要过日本天皇的，所以日本有责任。就这项和平条约来滴，第二条来看，就这项和平条约的第二条，第二条写啥？第二条来看这里 ，Japan renounces。Renounce 是啥？放弃。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。你看这个英语的，这个英文的迄个文法结构有点问题，有啊？你有读英文无 ？All 后边爱加啥 ？S 对不对？复数嘛，就是台北英文嘛。啊，这有加无？有没有？那个 right 有没有加 S？ 没有。Title 有没有加 S？ 没有。Claim 有没有加 S？ 没有。哎，啊，下唔到一块，迄是下唔到的，迄是战争话内底物件的，这是表示讲日本政府放弃主权权利，啊，放弃主权权利，这主所谓的主权权利是什么名？管辖权，因为日本政府以前有对台湾有管辖权，但是战争失败以后。有金砖和平条约，日本政府放弃对台湾的主权权利，爱放弃掉。但是权利还有一个物件叫啥？义务，对不对？所以主权义务来源在这样，日本政府还拥有主权的义务。啊，有主权义务，就是表示讲，伊不是全部放弃。啊，我跟你讲哦，台湾1945年4月1号。日本天皇的诏书在台湾实施以后，日本天皇给台湾人参政权和参战权。迄日刚开始，台湾这块土地变作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啊，你讲，啊，咱靠，咱哩台靠不得讲是殖民地呀、啊。我甲你讲，咱殖民地的写法，爱安怎写？1947年的2月10号，《意大利条约》23条，来看下。这就是意大利条约，1947年2月10号，23条。来，你想想，英皇，意大利 renounces 放弃 all right and title to 上位啊，索马利亚。你看无？吸着物件有无？来，看这里啊，或者看那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，再看一遍第二条，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 ，right title and claim。你看，这两个放弃，我们看嘛，一个是放弃三个东西，一个是放弃两个，有无？什么叫 claim 呢？主张呢？什么？领土的主张权就有这个 claim 嘛。因为索马利亚是意大利的殖民地，但是台湾在1945年4月1号已经变成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
所以有这个 brand。啊，所以为这个所在就知影，美国因老早就知影讲，台湾已经变作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一部分，所以才这个 brand。啊，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，美国若要解决台湾的问题，要跟三洋谈判，那就难。啊，跟日本天皇，所以咱告美国以后，美国有惊到，跟咱开始跟咱谈判。但谈判的时候，美国跟咱讲一点，你跟咱告我嘛无效呢，美国讲的。啊，你告你无效，啊，你是军事占领，你我甲歹解决啊。啊，你无跟咱告我，啊，你无你找恁头家，你恁头家是哪？叫你去找日本天皇，我都唔捌啊，啊，无你也甲我介绍。因为我也不能介绍啊，你也肯定做总统哎。按照印尼，五年、九年啊，十二月二十啊，咱去日本靖国神社。咱本来迄个十二月三十一号，咱要伫迄个大巨蛋啊，要举办忘年会。啊，美国一个讲了吼，咱就开开会。啊，美国讲吼，爱去甲日本人讲的，啊，边个讲？大家想无咧？我啊，我有法度。咱十月、十二月二十、八日、十二月二一去靖国神社参拜。靖国神社内底有台湾人几个？39,100名。啊，个研究，中华民国的总历史，内底台湾人有几个？100个不到。是安怎？台湾人敢无见中华民国死的吗？太多假的，奈无？1945年的时阵，我投降，日本天皇投降，中华民国一个击败，就咱台湾两个志愿军啊，两个师团啊，人派去中国去作战，拢死了了呢。啊，敢有将伊的迄个尸位啊，放伫伊靖国神社？没有呢。日本人将台湾人的精灵，给供奉在靖国神社39,100名。你给人看这点，你就知影讲，啊，你台湾人到底什么人？你若不是日本人，伊才要甲你讲过，伊都笑过。咱是标准的日本人，日本天皇的臣民呢，所以伊才一定爱甲你讲过呢。咱不是中国人，所以伊中列是无咧甲你讲。虽然家己讲，感觉讲伊是中国人，对你死死好啦，我无甲你。日本的忠烈祠，日本的靖国神社，来这39,100年。欸、我讲一个吼、哦，这个怪力乱神很飘啊，刚好，突然间，你看人家很不错呢。当然，讲这吼、哦，做一个人家讲这是不应该的，但是你若爱听，我就讲给你听。哎、欸，再去拜我这边讲。不能靖国神社，两百几人，高丽一百，一拜两百几人。咱是甲日本甲内建，内建迄个祭拜所在是啥物？日本天皇在当庙，日本人都袂当入庙。咱是臣民啊，咱是两百几人拢入庙。你甲内底，咱有两个人祈祷，祈祷你听无？祈祷啊，当地的，我是无相信这个吼，不过当时讲我听。我就讲给你听，奇怪，很奇怪的。啊，要去共伊进前，听讲是一直打嗝，我毋知师傅知影这个，一直打嗝，是毋是安尼？对不对？对嘛吼，打嗝。啊，你打嗝吼，啊，那有东西就甲伊讲嘛。诶，你家己小站的啊，小站的啊，遮足侪人吼，你通去动的，啊，再甲飞去边啊。啊，落尾是安怎的？东青甲讲吼，看遐足艰苦，甲讲吼。啊，你的辛苦哦，照伊啦，照伊讲话啦。啊，去台，这39,100名的一个代表的话，伊讲，伊讲哦，恁去年有来，就是去年就是咱去年是150个嘛，啊，今年是，咱应该算去年啦吼，算去年啦，有去年你有来，啊，你今年哦有来，啊，恁来甲日本天皇讲。就是在祭拜的时候，爱跟日本天皇讲，因为因日本天皇无温尊，我遗憾伊做东西。啊，你骂你骂的来，我们明年今年会过。啊，所以呢，
咱的迄个主机关，咱的主线，所以迄个你念迄个迄个也做基本的时阵就讲，希望是本片哦，会当答应遐人哦，含咱迄个团做做迄个啦。所以咱的忘年会啊，旧年十二月三日忘年会，你敢挂甲惊死人，从来袂遐哩。咱去日本靖国神社的时阵哦，嘛是同款哦，足奇怪呢。伊有一个叫董霄吼，有啊，迄个也做伊咧，敢若变成迄个西宫，迄个咱台湾人西宫啊，伊变着啊。迄董霄一个鬼话吼，迄乌鸦飞起来，迄乌鸦是伫外口看袂着，但伊飞起来，啊乌鸦飞起来，所以阮感觉讲，确实有，有迄个也做有灵的。啊，而且呢，今年哦。感觉是了，咱台湾年轻话足侪代志吼，拢足顺的。你是这几天啊，三月十八日嘛，咱就接着啦。美国已经答应的证书，台湾政府的证书先给我。啊，台湾民政府这证书嘛有，啊，台湾政府嘛有。啊，什么叫台湾民政府？什么叫台湾政府？你等一下讲，我先讲起来，讲好。我一个感觉，伊去人个去讲一句话，叫大家拢足感谢。伊讲吼，其实我们这里不止39,100，伊讲有40,000多，但我记录上就39,100，这我爱去查。啊，不过去人个时阵，伊安尼讲，啊足欢喜，就哭呢。伊感觉咱台湾民政府派人去看，足欢喜个。啊，你着看真奇怪哦。咱去年150去，规年探天拢无人看到。啊，去年着去年去，甲去年去，讲身躯拢好，你看奇怪。啊，咱52去啊，咱去翕相的时阵哦，无一届翕相讲是落雨的，这才是奇怪。咱两个月一期，两个月一期，对不对？礼拜下晡3:30翕相，52去。诶，初级班12级的高级班，6级的高三班，啊，甲这个4级的大学生班，无一届是落雨，到一届尔，到一届哦，迄是礼拜是风台，每一摆若要落雨拢安尼，到尾翕相的前半点钟都哦好晴，日头出来，翕相以后5分钟开始落雨。我骗你。但是我感觉这种的巧，你若看十人，你也看咱的相片啊，加久好，2年外要2年半呢。下礼拜，咱若你上课就袂落雨，啊，你讲上苍有咧保佑台湾无？有呢，因台湾苦难足久啊呢，对不对？啊，伫这个时阵，阮60的时阵，互咱发现这个台湾的真理。所以我讲啊，各位保重。当然啊，台湾政府这条提着，台湾民政府这条提着，希望台湾民政府跟台湾政府这两个拢爱同时存在。什么叫台湾民政府？有的人甲讲，啊，你若要用，那我用台湾共和国，可以吗？不可以。台湾临时政府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台湾国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是安怎？因为战争法内底规定，去用占领地区的老百姓，要由当地的人民组成 civil government， 就是民政府。你看，美国打伊拉克，伊拉克的人组织啥？伊拉克民政府。美国甲琉球，琉球组织啥？琉球民政府。阿富汗，琉球诶，阿富汗民政府。敢若独独台湾人袂晓家己去成立民政府，好不容易2008年的议会成立，咱照战争法，照古平川和平条成立了台湾民政府。从这个即摆为止，2013年的1月初二，美国正式来统一，你台湾民政府也可以申请台湾政府，啊，台湾民政府还是存在，因为我们有一个顶头上司叫做美国军事政府 USMG。这各位，恁来上课是巧，你知不知？我是读到要死，啊，
银行看看你袂晓来上课，你拢叫衰啊！对不对？你当衰你叫，你来等呢，啊叫较大粒的对不对？啊变咱叫着大粒的，各位，咱即马有人会收，酒店控制一切，所以你一点爱含酒店较熟，对不对？啊无你的能力真好，啊酒店哪会知影？不过你会当放心是啥？所有咱受训的人员的所有资料，拢伫咱的档案，啊，而且这个档案拢有交给美国。所以咱后摆为这个电脑内底，我们就看得出来说，我们哪一位。所以恁写电脑写迄资料写得越详细越好。详细来讲，你将来以后要担任什么，你就要写你内底，你的专长是什么？各位。这张图像是2020年的九月七日，咱伫美国的华盛顿 DC 的世纪饭店举办庆祝酒会，因为七月七日，台湾民政府正式挂牌在华盛顿 DC， 迄个挂牌到今日为止，办公室还在那里。咱即马嘛有代表伫内底，咱的代表美国的各个机关拢把咱代表称为什么？台湾 Ambassador， 台湾大使。有那个中华民国的政府中，美国跟我叫伊台湾大使，没有呢。对中华民国民进党的代表吴钊燮，跟我改叫台湾大使，没有呢。咱的代表去国务院，免 pass 给台湾民政府一张身份证，直接批评的，直接进去哦，而且包括管台湾这个土地的副国务卿，拢含咱见过面的。咱去迄个国会，嘛拢含咱见面的。各位，四月二十，咱要派一个代表团17个人，咱各级的首长、内地主要的人，拢会去美国。因为四月二五，咱要伫华盛顿 DC 的记者俱乐部召开一个国际记者会。今天开始了。我有两个重点，第一，甲美国讲，较紧的啦，以前证件单真久啊，迄个 Roger 电话，已经叫伊关起来，关伫台湾，有够久袂当出来。我可能无哦。有哦。有哦。才细声，无可能来。有可能无。有。我被关在这里。所以你要开记者会。第二点，你甲美国国务院讲，你较差不多咧。你家一感觉对中华民国较好，我话台湾人敢那甲看上去咧，你还在轰炸台湾呢。各位，虽然你看我跟你讲，刚刚你开玩笑，你开玩笑，我不是开玩笑。哎，国务院对咱的这台湾人是有够歹的呢。当然我安尼讲，我是真久无这样骂。顶一道郑阿妈哦，伊甲迄个国防部讲哦，叫伊来甲我讲，哎，拜托，你甲 Roger 讲啊，莫讲，逐个上个拢甲你骂啊，骂到无说好啊。我冻真久啊，我无甲骂，安无要进步诶。有啦，人生他们讲你怎甲你记住？啊，这样还不错啦，刚开始的啦。哈哈哈哈哈！以太弯理由，做了无够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有进步啊，美国有进步啊，但咱台湾人哦，还要再进步。咱台湾人爱欠欠款是啥？咱台湾人到今日为止，还有未觉醒。你拢有看到咱的电台报道有坏无？有坏也是坏，咱的报道，哈，才安尼尔哦，开几千万拢无坏报道。嘉伟婚的是联合报甲中国时报拢头版呢。开足侪钱的呢，啊你无看，啊完蛋啊！对，咱今仔日广告较宽广，但是咱这广告开哦，就是咱当地的钱，咱公司的。你有无看无？有无看无？有无看无？你若无看无，一块，我赔你1000万，一亿。无呢，我们没有向台湾人募过一毛钱呢，啊我甲你无款。竟然遐笑的，讲咱是诈骗集团，有听进步的无？有无？有听进步？
了嘛。无人无犯讲诈骗钱嘛，啊，若真正你无犯遐遐遐叫做台独的啦、民进党啦、国民党，还会算啥物物件？台湾颠倒变去啊啦！我们不用募款，为什么？我们用法理甲美国告，啊，你美国爱赔我，啊，你美国爱还我，就开始还啦。所以咱的速度会愈来愈紧啦。你有看到咱即摆伫全台湾各地州办公室伫成立有无？有啊，有嘛吼？台南的办公室偌大，你知嘛？刚才砍板吼，六米啦，六尺啦，看唔到。砍板啊，六尺，啊长八十九尺，啊有够大无？这是旁边同业，听讲做三个月关起，袂使，袂停，当无关，安尼甲提起来，咱叫提起来。咱是家己。这新业东路328号，咱某一个办公室。咱的高雄翠华路491号，某一个办公室。啊，当然伊话讲有四个办公室，我背袂起来无影，有你有看无？啊，这有大无？这有大无？啊，台湾政府公公连连甲带伫顶悬啊！听讲警察拢唔敢去呢，警察人去吼，伊若入来内底吼，爱申请签证的。是不是？是。咱是台湾的，啊！中华民国，你要入来我台湾，爱申请签证啊，爱咩？爱咩？爱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不如我要去就咩啊？咱有一个租借地呢，告诉你，我不是在开玩笑的。咱台湾政府的看板伫迄个外口已经有啊，恁来有看到无？有。啊，太严重啊！那搁一挂推下面，你该讲哦，无可能了。啊，这个你看啊，台湾政府这大事，啊，伊讲哦，伊甲你讲哦，我中华民国嘛替咱去背书，你有知啊？你知无？中华民国背书了呢，知影了是？无人知影。啊，你是生活足奇怪的。有一个，伊中华民国有一个反诈骗专线有啊，1655啊，甲卡嘛。那看公165嘛，请问台湾民政府是不是诈骗集团？那伊即马较巧，我你看较巧个，问到台湾民政府就该挂掉，反正卡面子啊，不会卡。啊，哪讲话吼，我你问较巧个，是诈骗集团啊？啊，你讲好，等一等，我叫叶连亮，你是律师啊，我现在开始录音，请你再讲一遍。那痛滴嘛。对不对？啊，中华民国该背书有无？所以，啥物人若敢讲你是诈骗集团，你讲你家己看伊了有看卖啊？敢有人看无呢？你看可怜无？推的。啊，搁遐推的环境，我讲伊，我评伊较大声。啊，即摆迄个叫，即两天公布的迄个台湾政府迄个公文啊。哦，这个上台是讲迄个公文改规个，哎，这个签字好像跟原的是不一样。讲一寡笑话，这我告伊讲，讲笑话拢卖臭。其实我从2005年开始，互这个独派也好，互民进党、国民党、国派也无要紧。哦，那我是已经互伊骂到臭头。我有102条的罪状。但是我从来没有回应任何人，从来不回应，因为经历就是经历，敢不是？卖回应。那呢？我把那呢这两个释迦牟尼佛啊，好啦，耶稣基督啊，好啦，他从来没有回应讲你干嘛？你捌该回应无？当然我是讲我一年较大，但我才讲讲，这是因甲咱，互咱的启示。对，继续做下去，安就会成功啦，对不对？这是上新的啦，你有看哦？3月18，啊，开始生效的3月15，你有看无？你看无？台湾 government， 台湾政府，啊，foundation 的基金会，啊，如果奇怪呢？啊，那么台湾政府都在用基金会。没有台湾政府怎么会有基金会呢？啊，你总不能用台湾政府那两个东西，那算什么东西？因为台湾政府基金会表示说有台湾政府，
反对一点，台湾民政府基金会的，你不要希望有台湾民政府，安尼够不正经吗？白纸黑字，所以你在伫这参加，你是完全正确，无人敢甲你顶当，包括咱这干部，无人敢甲我顶当，足简单的嘛。我无向台湾人扣任何一角银，你来受训，住宿吃饭吃，迄个食十担，不能应该开支，那不是，那叫荒道嘛。但是我跟你讲哦，高级班较贵哦，因为恁的初级班啊，坦白讲是咱的核心道场，高级班呢只要1万块。安尼才有法度补头前一部分。所以各位你看 ，certificate 就是证明书了。你若是美国的公务人员，你看到这张，你马上讲这个是联邦的，这是政府机关的，因为是哥伦比亚的地方行政。哥伦比亚地方是啥？就是美国的一哥伦比亚特区。美国所有公务人员、公务机关的主要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，所以你看怎样？所以你不管你什么党，国民党也好啦，民进党也好啦，什么党拢无要紧，他们从来不晓得该怎么玩嘛。所以我常常听见一句话，伊拢惊唔到房间的，啊惊唔到房间无要紧，你拢挖出来。他们不出来，啊！现在出来，有原因的呢。你两个兄弟，伊歪出来，伊戆呢。他们一点都不变。伊叫你去投票，你投一票，爱了230块，你敢知影？你乖，230块，你是怎啊了？怎啊了？230块，你举手。你去登登一张票啊，你了230块，知影举手。你有滴看看看网络，我知。人美国本来拢滴看，你拢无看，戆戆。你得一张票，予你得票的人会当领30块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你知无？啊，你无了30块尔。啊，你搁得你的票，迄、那个政党会当摕50块呢？啊，那立法院摕4年呢？所以你这个蔡英文609万票，一票30块。609万票乘以31亿8000万，小小给了。马英九679万票，小小给了。你干要听啥？无呢？全世界无这款选举制度啦。这什么民主选举？哪有民主选举？啊，伊咧提钱，啊，咱提钱，人家去投票，我还钱。啊，所以政府搁50块，代人用要花的，对不对？好啊。一年都坐100多万票，啊！一个月，一年啊，搁50几万，啊，足欢喜啊，我就很高兴啊。啊，你叫伊卖得票，伊太袂。啊，即卖用一挂奇怪的语言。啊，你无得我，我你要得我国民党吗？各位，就是你得我国民党，我袂敢得我。这种的代志，你爱用你的头脑，你若智商无够，坦白讲，我也是我都跟你讲。你当予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会当继续延续下去，是因为你当着你盖这个印章，予伊共美国讲，台湾的人民拢支持我啊，你有甲支持无？你虽然无，但你当票予伊啊，那无，你拢支持唔知影，所以你家己从你的后代拢开始了，我来讲，所以你若我唔讲你，当票遐啦，啊对啊。啊！美国转来讲，吼、哦，我真正偌拍拼呢，坐飞机转来卡车，啊，搁转票了，搁坐飞机搁转来呢。你看上好卖转来，你这愈转愈转愈嗨啊！各位，你有转来无？有。以前有转来，加酒。今天晚上，请你自己忏悔一下。这个不开玩笑的，所以。去年，迄个马英九咧选的时阵，12月31日，我甲人讲，马英九会赢80万票。表面上我甲人来问讲，这一次不要去投了，好不好？好。爱会投票的，哎，不去投票，请举手，拢举手。我面来报到听，我无报到听，大家拢去等。你可以甲你看看较现现啊。
你台湾人毋但江西才买落夹青，最看上是，你听我一节课，啊你讲哇，我台湾地面拢卖啦 ，no， 你不会懂，所以我要要求，你也比我们新台湾人，因为新台湾的这个平装本啊，已经拢比了了，不是精装。最快就拜托您了，你给我啦，先啦。你来这里读书，基本一定要变爱看。我是你甲咱这朋友讲啦，后摆若要做政府官员哦，迄新台湾要爱甲变，爱读几摆。你通听着呢哦，过两个月来，还阁是白白呢。遮好看，遮水啊！看着恁家的客厅真好看嘛，哦，我是足有学问的。基本是用偌济时间写，但是你仍爱读，所以你毋通干呐讲上课，啊了你就感觉讲你都知道一切。当然啦，上课啊，你会知道很多地方，哎，很多地方你不知道。咱两千零六年十月二十去看过美国，过美国以后，我有一个结论，美国有我的看法。第一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，啊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日本天皇的国籍是啥物？我告诉你，日本天皇的国籍是什么？是日本的亚洲，日本天皇国籍啊。你无亚洲什么意思？日本天皇不是日本国籍吗？日本天皇是举手。你今晚无简单，你讲你无简单啊。礼拜，台湾人红屁股我也在。日本天皇无国籍，为什么日本天皇没有国籍？我看你对。我看咱真济哦，有日本朋友的哦，即摆日本人也来哦，看你甲创意。你讲哦，恁日本天皇国是啥？我甲你讲哦，超了80%答袂出来，因为日本哦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哦，日本人的大脑叫被我解了了，惊死啊！日本天皇无国籍的原因就是讲，因为是万国公法内底的规定，日本天皇他没有效忠的对象。伊本身的天皇，伊要效忠谁？效忠伊家己啊，所以无国籍。所以日本天皇遐囝、遐囝嘛无国籍，但是因遐囝后尾找日本人结婚的时阵啊，因为因先生是日本国籍，伊才娶日本人，变成日本国籍。所以美国人甲美国人结婚，伊的囝是美国人；日本人甲日本人结婚，伊的囝是日本人；中国人甲中国人结婚，伊的囝是中国人。啊，所以这问题。越南人甲台湾人结婚，伊个后生个国籍是越南人。为什么？台湾人没有国籍。啊，所以即摆中华民国最夭寿个呢？你越南个新娘吼，叫伊着爱放弃伊个国籍，但迄有国籍个人叫伊讲啊放弃，才会当来台湾。啊，怎放弃吼？啊，嫁来，甲伊离婚。啊，离婚了，因某变倒去，袂当倒去，安那？爱挂科，袂当对呀，我啦，你放弃呀，他就放弃。所以，你若台湾人甲中国人结婚，你的囡仔是中国籍的，你听到无？无代无钱，我的囡仔变中国籍。我是讲我，因为网络有甲讲，结果我是传中国货的，那真是无影。讲啊，有脚有手呢，有生一个囡仔呢，啊，有话有话讲两个啊，实在无来。伊这个国籍法内底非常清楚，台湾人即嘛是无国籍，暂时。啊，什么时阵台湾人才有国籍？我跟你讲，日本天皇的诏书还不伫，所以日本天皇他只要有一天他任命某一个人当做。台湾总督，一任命的那一天开始，台湾人的国籍就跑出来了。日本帝国的国籍就是大日本国籍，啊，这大日本国籍就是台湾总督府的官职，还不得了。这首先，这是高级班这边上的，但我是听讲给你偏方的，真深嘞，你们看这个，真正真深嘞。但我若讲一声跳起啊吼，你会听无啦？所以是啊，咱美国
也好，欧洲一寡较强个国家也好，即摆拢来你甲学战争法。欸，我嘛相，我相信我伫战争法来讲，全世界是 top ten， top ten， 你听有无？如果拍破啊，你娘娘！不管你讲我自负也好，臭屁话紧，不真正啊！你当死了未讲迄南海的时阵啊，迄南海的伊讲一下论述是叫啥子啊？叫我写的。中华民国诶，外交部请我两届分呢，去甲问讲金阁群岛钓鱼台是谁？我甲讲真清楚，你听清楚哦。有请我食饭无？是外交部食饭啊。我你听清楚，钓鱼台是台湾的，台湾是日本天皇的，所以钓鱼台是日本的。听甲伊讲，他都懵懵。但是伊知影以后，伊中华民国的外交部，你讲金阁群岛钓鱼台的时阵，他就不敢乱说。这是破除的。陈克夫，这个问题是对，我跟你讲个清清楚，你听。陈克夫这个问题是伫1895年1月14日，因为1895年4月17日是马关条约签署，但是马关条约签署前的1月14日，日本天皇宣布陈克夫尖阁群岛是无人岛，日本宣布占领。但是2月份的时阵，大清帝国宣布讲，袂使哩，阮有真侪渔民拢会走遐去掠鱼，所以你日本帝国宣布迄无准算。但是到4月17日马关条约时阵第二条，伊甲写讲，台湾周边群岛跟澎湖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，这边叫做台湾的周边群岛。所谓的周边群岛，等一下。这个岛下骹的部分，迄土地部分连做伙岛了。台湾当时伫迄个马关条约交割的时阵，李鸿章的后生叫李鲜芳，含华山之计去交割，伫台湾诶这个家人的外海交割，交割两公三公，36个岛，没有包括钓鱼台。因为美国诶，这个日本迄当主张就讲，我伫1月17日我有宣布过啊，迄就准成啊。但是，啊，佫特别是讲，伊伫马关条约内底有讲周边群岛，啊，这个周边群岛等一下，就是钓鱼。啊，日本戆戆啦，日本戆戆，刚更别着讲，伊伫1月14日宣布，所以就讲，伊宣布，我嘛宣布啊。所以日本应该宣布讲吼。你在马关条约里面已经讲了，周边群岛就是包括钓鱼，啊就结束了。所以中国伊怎啊知影？伊上课伊拢教我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尖阁群岛未建立。你们看伊表面上这样派呢，伊派是派了啥物？我用中国来替换，也当稳定他。所以真侪足侪代志哦，你所看的报纸，你也会分析啊。你若不要分析，你真正不能看什么。世界本来是真简单，是恁台湾人特别巧，讲巧也对啦，讲戆也对啦，甲侬自作聪明。啊，咱常常用的法就是讲，你家己见你要看，你自己要看的法律，你提出来用，安尼尔啦。比赛安尼，国际法就是讲，你爱含全世界大家来看拢共款，这才是国际法。所以你莫甲人讲。台湾无好啦！你很支持台湾，做国外真济代志，拢违反国际法。可比讲，台湾人去做兵，占领地区的人会当做兵无？袂使呢，因为效忠的对象是谁？咱若要效忠，咱要效忠日本天皇呢？啊，你叫我去做兵，等于效忠你中华民国，这不对呢？啊，台湾人袂当买武器呢？啊，所以美国的。国务院宣布 ，terror 就是恐怖组织三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，不是一个国家。台湾是不是一个国家？不是。槟拉登不是一个国家，台湾当然不是一个国家，中华民国也不是一个国家。
因你五国过嘛，对不对？第二点，这个国家这个所在有武器的，槟榔根有武器，中华民国冇武器，伊的武器是为着来台湾关系嘛。中华民国买武器，咱台湾人戆台湾去投资，我投足多的。第三，是当地征兵，中华民国是台湾征兵啊，所以中华民国是标标准准的恐怖组织啦，会派出去啦。啊，恐怖组织，所以中华民国讲要伫太平岛要放迄飞弹，飞弹的标志拢去掉安尼，因为咱甲美国抗议，中华民国袂当有武器。因為台灣政府也沒武器，所以美國說我來處理，他將中華民所有的武器的 logo 都去掉，戰車沒 logo， 戰車那個飛機沒 logo， 軍艦沒 logo， 啊沒 logo 是算什麼東西？你有看過？那不是我說的，這是我在那邊的2012年那邊看光的影像，足侪人唔知影，足侪人吼，恁坐起往恁看，哎，现时迄种政策，你早拢恁拢无看，迄无路过呢，俺来这上课才看到。过来，中华民国联勤啊，已经去除了，你敢知影？什么叫联勤？联勤啊，后勤啊。部队若要战争的时阵，一定爱啦，爱有联勤嘛，供应衣服啦，供应子弹啦，供应粮食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叫促销是啥物事？中华民国未战争啊嘛，中华民国未当战争诶，我台湾民众我嘛无武器啊，你也不可以有啊，啊毋叫公平，对不对？所以人情已经取消，所以去宪兵嘛取消去啊，啊即摆宪兵取消诶，像中华民国用一个傲骨，宪兵取消以后，计刚刚讲，甲你翕一个两个迄个啥宪兵啊，你升旗典礼的。哦，还升起天来讲，宪兵冒着生命的危险，那是啥？那用媒体去教育台湾人，去跟你讲哦，我们宪兵还是存在的，阿拉国就叫骗。其实，人情无去，宪兵无去，伊也免做兵啊。马英九讲不要当兵，不是较巧呢？是咱甲美国抗议，美国去压迫马英九，你要宣布不能当兵。我托你见面，我来叫我去做兵，你受什么意思？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这见面话来这，国际万国公话来拢有啊。你见面移转，对个移转主权。第一，叫咱袂当讲台语，你台语敢有像我这样？